大家好，我是北生，今天要打卡的地方叫宜仙湖公园，听说它是位于中山免费景点人气排行榜的第五名。对，今天打卡有点一波三折，本来是想要去小榄看菊花展，但是呢没想到天公不作没下雨了，后来呢又途经到中山纪念图书馆，但是周一的话它是闭馆，所以今天来到宜仙湖，准备在这里打卡探索一遍。走，宜仙湖最大的一个特色我觉得是应该是它的湖，对，刚下完雨，湖面非常的漂亮。对于一个像我这样摄影爱好者的话，对于拍湖拍景的话，我是非常喜欢这种环境，里面也非常大，有很多老人还有小孩子都在公园一些健身啊玩耍啊，对，都很多。走，够继续去探索，发现一些其他的东西。